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iFi 发烧台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呢，我之前的影片呢介绍了 JADIS JPS 2S 的前级和一个 J200 Mark II 周年特别版的后级。那次那条影片呢，我都提到呢，我都很久没有试听过 JADIS 的前后级。那次试听完之后呢，我发觉他们的声音呢真的跟以前有些改变，不单止说追求浓艳的音色，而且音效感都兼顾得到。所以那次那套前后级我都很喜欢，不过始终它有六个机箱，真的要找地方摆它都相当困难。我最近知道我们厂方推出一部新的合并机叫 i70， 我都很期待，所以今次很幸运可以借到回来试听，当然要跟大家拍片分享。這部呢就是來自法國 JADIS i70 的膽合併機。這部合併機是廠方第一次採用這個 Tunso KT170 的功率管的。其實這個 KT170 都推出了沒多久的，廠方這麼快就用了這個功率管來設計了一部新機。這部 i70 保持一貫 JADIS 的招牌外觀，鏡面不鏽鋼的外殼，黑色的大型電源牛和輸出牛，金色的前面板，一望下去呢就有一種貴族的感覺。這部機每聲道用了兩支 KT170 的功率管，不過輸出只有50瓦乘2，證明他們都沒有用盡支膽的輸出，因為根據這支膽的數據，在85瓦的功耗之下，以推挽方式可以有超過300瓦的功率。 i70 除了4支 KT170 之外，前面的細膽有兩支是 ECC83， 另外3支就是 ECC82，這些膽都是相當大路，所以大家想換膽來調聲都有很多選擇。當然這四支 KT170 就是新膽，所以大家就沒得換，可以節省。這部機的操作都很簡單，我和大家看看前面板。這個就是電源開關掣，這個就是電源顯示燈，這個是音量掣，左右聲道平衡，同埋輸入的選擇掣，仲有原廠就跟咗一個遙控器。同大家睇下機背啊，咁啊見到左右兩邊各有呢個兩組嘅喇叭嘅輸出啦。咁呢個咧方便呢個 BY 接駁。咁另外有1、2、3、4、5組嘅 RC 嘅輸入，仲有一組咧就呢個 bypass， 就方便咧駁呢個 AVM。咁呢度咧就 IEC 嘅電源插，上高咧有呢個 fuse 位。咁同埋咧，寫明咧係法國製造嘅。打開嘅機殼咧，睇到裏邊咧都唔係行呢個線路板，用搭棚方式嚟到焊接嘅。咁樣咧就一定要用到人手去做，同埋咧都相當之花時間同埋功夫啊。依啲咧都係啲睇唔到嘅成本。咁樣點解用咁高嘅成本去做咧？就係為咗靚聲，信號傳送咧會更加好，更加少嘅損耗，同埋咧睇到啲手工咧都好靚，雖然係搭棚。不過咧，排位都好整齊，仲有用料咧，都係一貫 JADIS 嘅高質素啊！今次試聽個 i70 咧，我就揾咗一對咧，同樣嚟自法國嘅喇叭。喺個 JMR Beats 嘅 Jubilee 啊，我發覺咧係相當夾聲啊。咁同埋呢對書架喇叭咧，佢靈敏度咧有88dB， 左降咧就係4音。咁啊，雖然呢部機咧只係得每邊50瓦輸出，但係推佢喇叭咧都完全足夠力水啊。咁同埋今次咧成個法國組合，我就揀咗一首咧法文歌同大家聽一聽。Et je pense au jour lointain.Que reste-t-il de nos amours? Que reste-t-il de ces beaux jours? Une photo, vieille photo de ma jeunesse. 啱啱咧就听完张大碟嘅第二首啊，咁啊 JADIS 即系 JADIS， 佢一开声咧嗰啲音色咧真系好吸引嘅，咁啊播到嗰把女声咧好有厚度，好有润泽感，真系好有韵味嘅。咁同埋伴奏嗰個鋼琴咧，
都好晶莹剔透。咁另外咧，仲有一个好细声嘅手风琴嘅伴奏咧，都听得好清楚啊！证明呢部机咧唔单止话有味道，其实佢分析力咧都好好啊！咁另外咧，呢首歌去到后半段咧，有一个大牛筋一下一下咁嘅弹奏啊，都可以听到嘅低频咧，好有呢个潜涌同埋暗劲嘅感觉啊！其实呢个人声，特别系女声咧，我觉得真系考唔到呢部 i 70噶。咁我反而咧觉得呢部机咧，佢用咗呢个 KT 170，但系得50码输出。到底够唔够力水呢？咁我最近咧揾到一张 CD 咧，喺个 Lasos。咁呢一张 CD 咧，我觉得相当之爆棚噶。咁我拣咗里面咧第三首 Balance of Power 咧嚟试一试佢。好多時咧，會覺得坐地喇叭難推啊。其實書架喇叭咧都一樣好難推嘅，因為書架喇叭咧，佢嗰個容積細啊，變咗咧個聲箱裏邊嘅壓力咧就比呢個坐地喇叭大啊。咁所以個 M 嘅輸出咧有一部分咧用嚟抵消嘅壓力啊。同埋加上咧，我呢個空間咧有成200多尺啊，變咗咧如果想填滿呢個空間咧，部 M 少啲能量感咧都好難做得到嘅。今次咧試聽呢部 i70 咧，真係冇令到我失望啊！甚至令我有啲驚喜啊！咁啊，推到個 JMR 咧，真係可以話推到貼貼服服啊！咁啊，聽到咧唔單止話好有呢個力水啊，而且咧都好有控制力啊！咁另外咧，個音場咧都撐得好深好闊，完全冇抑壓啊！咁個低頻咧嚟得好深，好有力度之餘咧，佢完全都唔粗聲噶。啱啱咧就聽咗一張 SACD， 咁呢張 SACD 咧係嚟自幾位香港嘅爵士鋼琴家咧一個現場嘅錄音啊。咁我覺得依個錄音咧都錄得好好，好清晰、好細緻同埋好通透啊。咁我頭先咧就播咗第七首，係佢哋用呢個爵士嘅手法咧嚟彈奏呢個獅子山下，我都覺得好好聽。雖然依部機咧係好有膽味啊，不過播呢張 SACD 咧，我覺得嗰啲鋼琴聲咧，都好清脆，好通透啊！咁同埋咧，嗰啲按键一粒一粒嗰啲声音咧，都可以分得开。仲有演奏现场啲残响声咧，咁细微嗰啲细节咧，佢都可以播得到出嚟啊！证明呢部机咧，唔单止话音色靓，其实咧佢都可以兼顾到呢个音效感噶。咁同埋咧，我最后咧都播多一张人声碟俾大家听一听啊！咁咧呢个系 Lori Lindemann 一张 Truly 最新嘅大碟，咁我觉得咧真系可以俾呢部机咧好好发挥到出嚟啊！He sang a good song. I heard he had a star. 好啦，最后咧都嚟一个总结啦。咁我今次咧试听呢部 i70 咧，我都好满意啊。同埋我觉得咧，佢唔会话偏向某一类型嘅音乐，佢播唔同类型音乐咧都好好听。同埋咧，佢仍然有呢个 Jadis 音色上嘅 DNA， 系一种咧一听咧就令人喜欢嘅美艳音色。不过咧，佢又唔系化晒浓妆。佢只係化咗個淡妝。我嚟一個比喻啊，佢唔係一個刁蠻任性嘅大小姐型啊，佢係一位善解人意、處變不驚嘅現代女性啊。好似我之前所講，佢咧好有推動力之餘咧，佢亦都好幼細啊。仲有一樣嘢啊，大家唔好睇呢部機咧，好似機仔細細，其實咧佢都有成40公斤重啊，所以大家搬嗰時咧都要小心啲啊。咁啊，至於部機有啲咩缺點啊？咁喺聲音上高咧，我就冇投訴，只係睇下啱唔啱大家嘅音色嘅啫。咁呢部機咧，不過有一樣嘢咧，只要留意一下，佢就中間呢個音量嘅左右聲道平衡啊。因為咧呢個中間位咧，佢就冇一個kick位嘅。咁大家扭嗰陣時咧，可能唔小心咧，會扭到左右聲道唔同大細聲啊。所以一個咧就要留意一下。
咁啊，今次呢部機咧，我聽完之後咧，我發覺咧，如果大家喜歡一個靚音色而且有推動力嘅膽合拼機咧，依一部機咧，大家一定要去聽一聽啊！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咧就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喜歡聽音樂，對呢個音響器材嘅資訊係想了解多啲咧，就記得訂閱 HiFi 發燒台，同埋咧記得俾個 like 我。好啦，下次見。